主的臂膊，挪开思想束缚，令身心醒觉，要渐勇闯。看神的军队正壮，这时代必兴起跳舞，能杀动四方，谋略勇力绽放，带着信兴起发光，延续军行力。他们有一個肯學、肯受教的態度，其實他們都能夠承接得到游牧師這種策略性的思維，將策略性的思維的優質加入去侍奉這個層面，那就能夠使到整間教會能夠跟游牧師的同心、跟游牧師的同步，即是去完成我們現在神給我們一個又大又難的使命。主的臂膊，挪开思想束缚，令身心醒觉，要渐勇闯。正式訓練的第四屆，即是給他們一個歷練和一個挑戰，即是讓他們更加明白策略思維的種重要性。做軍合力抗戰中突破，面對堅強防線也衝破，力鍛鍊力戰膽怯自我化勝挑戰，先鋒成全，一代接一代咁樣成全咗游牧師佢依種策略性嘅思維。但係即係如果有依一種嘅思維能夠達到一種嘅昇華嘅時候咧，即係我哋所作嘅就能夠比主耶穌所作嘅更大。